那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哦。来，你知道那个叫什么东西吗？来干机车。那个叫什么？管教机。管教机。管教机。它什么时候会用得到？师傅，还有呢？火灾，哎，对了，假如你们家里这个地方发生火灾，楼梯口、楼梯那边没办法跑，只能从这边下来，那就只能靠这个了。你们有人用过吗？没有。都没有人用过，有看过吗？有看过。他会买电。好。它那个东西有五个口诀，五个字的口诀，叫挂、丢、套、束、推。挂，挂什么？把那个轮转轮挂起来。丢，把那个绳子丢下来。套，把那个束带套在自己身上。束，束紧。推，推墙壁。然后，你们知道这个东西每一层楼都有嘛，对不对？二楼的能不能拿到三楼去用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二楼的不能拿到三楼去用？因为三楼已经有了。哎，三楼太高了。也不是哎，因为三楼跟二楼的绳子不一样长，你拿二楼的拿到三楼。你就会掉在半空中被挂猪肉了。哦，啊，还有我们刚刚有看到要把这个竖起来嘛？啊，竖起来要注意什么事情？你看那个蓝色袋子有没有？蓝色袋子，那个竖在那边，啊，你们掉下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能做一件事情，做什么事情？不能手举起来，很多人。掉那边很高兴，想要拍一张照片，拿手举起来，耶！拍完照，人也掉下来了，啊、哦！举起来，人就掉下去了。滑下去了。对啊，你绳子绑在这边，你手举起来，他就绳子就往上跑了、啊，往上跑，人就掉下来了。出来的时候，再放一格，再放一格。来，你们有几个人想要跳？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